我的名字叫 Chloe Chan， 今年35岁，我是一个 admin executive。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、很少讲话的人，但是5年前我一个朋友带我嚟 Kuala Lumpur Chan， 嚟咗一次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在这里识到人，同埋可以帮到人。嚟咗呢度做义工5年咗。最難忘的事是有一次我帶一個婆婆去 Hospital Selayang 醫她的眼，因為她有眼膜。我們去了3、4次才正確定她有 operation day。 Once operation day， 她就在我面前哭，我就覺得哎，做什麼事啊，做什麼這樣的。她跟我說很多謝，因為如果不是我幫忙和Dr. Wala的幫忙，她可能會她眼會盲。我覺得你哋可以多啲嚟做多啲義工，因為可以幫到好多人。你哋少少嘅付出，少少嘅時間關懷，可以令到佢哋覺得佢哋有 being love、being care， 同埋可以幫到佢哋喺心靈同埋心靈上嘅需要。